位观众，钓鱼专车救集体完成。哒哒哒啦哒哒啦。45公升，绝对值，45公升，时速可以飙112，都不会造成风阻的铝箱。再搭配我的加宽脚踏垫，完成了我的钓鱼专车。副靠背，一定有的靠背。反光条，反光条，开灯给你们看看。反光条，反光条。副2把锁，off road 都会有3把锁，我这有2把锁，2把锁。支援快拆，直接拆给 everybody。Look at this， 锁住，打开，噔噔，里面的空间超大，超大，直接可以放得下一顶安全帽。啊，放得下，还非常够用。上面有袋子，还有 LED 触控灯，我还没安装，还在考虑安装在哪里。里面有内衬，还有一个类似像挡车那种篮球网，然后这边都有拉绳，不怕风吹把它吹倒。OK。重头戏来了，重头戏来了，解锁。噔噔噔，直接分离，直接可以分离。铝箱掉宝了，掉宝了啊！有在玩吃鸡的，赶快啦，补几箱哦。补几箱，箱质感超好的，我单手就给它送上去。好，可以了，进去了。钩 lock 住了，超稳的啦，超稳的。记得上锁，不然规箱去往边走。超质感，可惜没有自动掀盖。不然这就完美了。OK， 试乘给大家看。